七三女号，假的。再问，今日嘅 Deal Links 同大家抽嘅最新迷你卡包就六武众包，但系呢一个六武众咧，我自己就唔系咁中意噶啦，所以我就唔会追六武众嘅，我要追咧就系呢个 E Hero。不过 E Hero 占嘅比例系非常之少嘅啫，好似得呢一个啊，呢一张同埋呢一张啦，仲有两张融合卡嘅啫。咁之后嘅魔法卡望落去，因为佢个翻译问题啊，所以我唔系好明咧呢一个做紧咩，所以我真系希望佢咧可以更新翻呢个日文嘅版本啊，因为好似呢一张卡片嘅。解释咁样啦，可以选择墙上嘅一张表质嘅怪发动，咁发动啲乜嘢咧？佢又冇讲嘅，我就完全黑人问号。咁或者呢包都叫六武众包啦，所以你会见到入边真系超多超多个六武众怪啊！希望佢出一包好啦，唔好再出喺其他包度。好，抽翻我哋想抽嘅 E Hero 啦，目标咧 U R 嘅呢一张，同埋融合卡，同埋呢一张黑炮啊 ！Let's go， 三包加一包先，例牌啊唔使讲 ，S R 卡，诶 S R 卡好似冇咩好嘢啊。系咪唔应该买三包加一包 SR 呢？啊，六武众嘅先到，第三包都冇嘢嘅，有 Hero 一个魔法卡啦，嚟睇下 SR 卡系咩？神鹰武者啊，同埋呢一包系啦，神鹰咧都有少少嘅加强，因为有张神鹰杀，不过我系完全唔玩神鹰系列嘅，所以呢一张对我嚟讲冇乜价值。十连抽，嚟啊，抽中我哋可以 reset 啦，我就要呢三张啊，三张呢个 Hero 仔仔。千九功啊，非常之大力，我发光眼嗱，怪兽卡 S R 啊，不死武士，类似黄泉蛙嘅效果，但系限制自自足，同埋抽完嘅，再嚟十抽，三个女之后，诶、欸、有眼，诶、欸、S R。诅咒雕像呢张系咪一定要玩呢个嘅陷阱当怪兽卡先用到？佢个效果好似好犀利啊，但系要配合。我、哦、又有假嘅，冇啦黑炮，黑炮好似三张啦已经。哎呀，又抽完啦，喂咩都冇、啊。哇，你唔好同我讲，我抽个迷你包，你 hero 同我沉底啊！我、哦、有呢、這个呢、這个三张啦，我可唔可以俾隔篱嗰张我啊？那个骑士我未有、啊，我要抽骑士、啊，杀！诶、欸，蔡国，唔系，我德国 ，Hero， 哇嚟得太突然啦！千九宫嘅二重召唤怪，咁第二次召唤咧就会被视为 E Hero 新愈合，即系二千几宫七星嗰只。好彩我之前有玩二重 U R 嗰个装备卡，我有三张啫，呢个可以用啦。啊，头先仲有抽到呢张。强化复醒呢张卡望落好似冇乜特别，但系应该都配合到 E Hero 可以用，因为我哋之前有啲自治生还为咗执墓地咧去摆呢啲卡片啦，咁呢一张可以直接做到呢个效果，不过就慢少少咯，因为佢系陷阱卡，应该都算系一张百搭卡嚟嘅。咁如果 S R 卡、三包加一包抽 S R， 应该就系抽呢一张会好啲。咁我哋开始抽唔到啦，咁而家有呢一个嘅刺身愈合，我哋可以重置卡包啦，再嚟嗱十包啊，十包中个刺身愈合。唔系嗰个刺身，喂冇咯、啊，一张 S R 都冇，再嚟，哇假，好假，嗱呢下真都怪啦，怪兽底，陷阱底啊，雕像啊，我唔玩雕像啊，唔好俾雕像我啊，诶、欸。双眼发光，怪兽仔，哈，刺身愈合，假的。我呢张仲系未有，我俾多次机会你。拉屎拉屎，真系拉屎啦！我哋抽咗呢度先，明天夜晚十点钟我继续嚟抽爆佢。咁我呢条影片咧就会拍到呢度先啦。咁如果想睇直播嘅朋友咧，记得睇翻我嘅 Facebook， 再下热问，揿个 like， 望翻我嘅最新直播时间表啊。咁啊，记得听日游戏王可以翻嚟睇翻个直播啦。我哋听日继续抽埋佢 ，super。